Hello， 我是 Rene， 今天的开箱呢，就是荷兰公主，我很喜欢荷兰的公主啊。这个呢，这一次是那个它的弄面团的机器啊，哦，好大一个，好，快来看一下。好，它有很厉害的说明书，然后呢，啊，就是胖胖的它咯，嘿嘿，你看。好，那胖胖的看我怎么拉起来呢？啊，它真的很重。好，好吧，这个是最精确的方法。好不好？好了，把它拿起来了。啊，虽然它是最近确认方法，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会倒过来。好，哦，把它打开。好，反正我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是长什么样，好不好 ？OK， 它是一个圆圆的、可爱可爱的哦公主。好，这个公主就有几个不同的部分。好，那我放好这个东西。哎呦，好，这个有一个呱呱，是不是说呱呱？就是你的那个粉圈在旁边，把它呱呱呱呱起来，很遥远的那个呱呱。好。它的底座，它的底座不重哎，蛮轻。好，它底座是这样，反过来这样看呢。它有六段粗度，然后呢，它的底有四个那个叫什么？就把你吸住的那个叫什么？吸盘吗？就是吸盘，章鱼一样的吸盘。因为你在弄面团的时候，它会转，它会转。如果它力量太大的时候呢，你整个桌子会转。OK， 但是它就这个，哎，蛮适合的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另外呢，哦，另外呢还有这个最重要的部分。就是它，它有四公斤的容量，一个盖子，一个安全的保护那个东西不会弹出来的盖子，然后它里面这是最厉害的东西哦，我们要慢慢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它是放在上面，已经放好了，好。它有不同的器具，因为你弄面团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需要，也可能你要打奶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有不同的东西在。好，看一下啊。啊，好漂亮的。好，当当，这个。就是它有一个专利的东西，它就会有两个这个刮，然后再把那个面团刮刮刮，然后这个就把它翻翻翻，这个拿专利的东西哦，这个应该是很好厉害哦。好，然后前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是打奶油的，打奶油呢，你就会有这个，好像一个灯的一个东西，那里打开，哦，这里。帮忙，是不是有亮？是不是？还有两个，我把它打开来好了。还有两个，所以它这两个的话，都会放在这边。OK， 然后不是，就放在这边，我弄错了。这样呢，比这样打打奶油了就好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它的那个盘呢是三零系的杠，所以是
卫生室可以的使用里面用的，就是厨房很多时候会见到它。好，它是怎么样弄的？它就是这样把它弄好放进去，然后把它挠一下 ，OK， 那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怕它弹出来的话，就把它盖住。如果还是把它太弹出来的话，你要去把它盖住，就很安全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还有四个东西是什么？哦，这四个就三个就厉害了，看不看到？也是呱呱的，哈哈，也插进去挂，因为有时候你挂奶油啦、方便吞啦、挂其他的东西啦，都要在旁边呱，挂得很干净的。但是有时那个是细胶啊，这个是细胶，应该是说细胶哦哦，它是一个这样一对，那个是另外一个形状，好不好？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它还有什么功能？看一下哦。哎，你看哪里好？他说他是公主，然后有六个速度，然后有四毫星。哦，没错，哎，我都有说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这样。以前有一个呢是没有盖子的，容量也没有那么大的，斜斜的，它有点弹到四处都是。但是这个比较好，对，这个比较新的型号，它有个盖子。那个容量比较大，在里面比较安全。好，那往后呢，我就会把它试一下，弄一下蛋糕啦、面包啦、奶油啦、其他的甜品。弄好的话呢，就给你们看一下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一下赞，分享给你们朋友。还有，其实除了开箱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做菜的影片啊，做调酒的影片啊，吃东西的影片啊，去旅游的影片，去酒店啊，不是去饭店的影片啊。哦，这各式各样的都有，生活下面的也有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帮我们分享一下，好，谢谢哦。啊，还有嘞，我们还有那个 Facebook 啦、Mimi 啦、YouTube 啦，还有 Patreon 啦，好不好？都去我们的不同平台关切一下，因为不同平台的范围东西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Patreon 都好需要大家支持的，我们 Patreon 是欢迎大家火金支持的，记住啦，我们的 Patreon 的内容是多过 YouTube 的，我们的 Facebook 是快来会搬上去 Mimi 的了，到时在不同平台再见大家了。